在线上的36个国家，169个社区，27000多县，同时在听师父讲话啦，感恩啦，菩萨，师父弟弟感恩，哦，天天无不都在感恩中啊。最近因为呢，不可否认的自然法则，老病缠身啊，这说话气拉不上来，要说一句话要很辛苦，很辛苦，还不成声，声不成声啦，所以就把这个几天来陈以暂停啦。不过呢，没有休息，天天呐，跟着大家在分享，还要更认真的，更认真的，要把握生命的价值，我才越是感觉到了。生命的分秒都不能让它空过，所以话要说得更大声，还要呢讲得要更分明。天天我都说，我都把它呢每一天呢，有机会说话，我就把它当成了语言为然呐。总是呢在叮咛，在交代，每一次有机会说话，我都要讲清楚说明白，当作呢最后的一天的恭维，这叫做为然。佛陀在世啊，这为告经啊，就是这样完成的啦。因为佛陀将准备差不多了，所以呢，他将《法华经》讲完以后，开始慢慢建立了《涅槃经》为教，要开始呢，要让大家人知影，人生无常啊。生命在呼吸间，这种呼出去一口，它停滞不进来，这个时候那就已经呢结束啊，这一生一生的法则啦，已经告一段落啦。这是人人都是一样，每一个人，我常说生爱学，学的现在呢，将来要安怎来生，要生什么款的因缘来生，生了后要成为什么款的果报，现在都要准备。所以呢，来生不是我这个身躯比生那个时，是我后一世来生的时，下一辈子的来生啊，我要很清楚的了解我的下一辈子要到哪里去。我现在开始就要铺路，还要开道。时常时常我都说，日日故故，都是安尼看看扣，看看扣，扣来一日破一日啦。安尼呢，
慢慢的一日铺铺成了呢一篇的文章，好好和后世人去读这样的生命的历程。就如最近啊，师父一直在讲，好，我看见了一双最美的手，在这期的月刊，那双手足水的，因为呢，它证明了岁月痕呐、啊，安尼摇摇摇，哟，岁月痕，这一双手美不美呀、啊？很美的手，我就说，这就是最美的手。偌价值啦！因将少年的力为家、为社会，那还要呢为环保、为组织。因安尼做个这两只手，是安尼这种岁月痕迹都做在他的手上，可以证明。有当时阵，伸出了自己的手来看自己，惭愧啊！他们呢，是这一辈子都实用啊！他们呢，真正的对人间啊付出足足，所以他们今生出世，真正是伫咧铺路，弯下腰来，把迄个路呢，安尼。砖啊，一块一块铺，铺到白塌塌。我只是干那做一个画图的人，发口令的人了，对啊。他们呢，是真正的脚踏地，手那搬运了所有的迄个重量，都是在他们的手上搬过来的，铺出来的。平，各位菩萨，那双手在哪里呀、啊？在你们都是呢，每一个人都是伸出那双手的人，所以啊，请大家彼此之间就是要这样的把心汇合起来，这双手。伸出去，千手观音，多美啊！文化是心啊，做事呢是心与手啦。那我们要把法永恒人间，要心脑手平行。总而言之啦，要。用心啊，还要呢，用脑来思考啊，还要双手伸出来，双手千万能啊！你不发心，就是无法伸手出去；你不思考。凡事都很难圆满，所以要圆满，要做好事，总是呢要身心脑平用，总是呢爱的能量啊，永远呢都在一念间呐、啊，一念代表脑，一念。代表手，一念呢，代表我们的至诚、虔诚的心啊。人人一念心啊，同一个动作，千秋总是呢，一手、千手、万万手的展开，就是在这样的。一刻钟，总而言之呢，慈济人为人间、为社会的付出
何况呢，多少苦难人啊，因为慈济人而得救了，那就是一步一步行，一块一块增坡，都是需要两只手，那需要两只脚是得行。那当然啦，还要回归到了心与脑，心脑啦，大家人会合起来这一念心啦，所以叫做合心合气合爱协力，这都是我们大家爱的能量付出。